这一招个鸡啊！幺二零，幺二零，我金清你罗汉，好吧，我金清你罗，我金清你罗，你大行给对面的法系甩无魂吧，好吧，我们宝宝这波全顶血吧，那个立即砍一下那个续迷。 没时间了，来不及了，有没有？看着来，看着来，我金清，我金清回复。我操，还几回起来，还两回起来，能扛得住两回合吗？我操，别！我操，别！衣服没了。 郑大哥他们也太伤了！妈的，这神药武器卵用没有啊？这是神药武器真的是卵用没有。 要不拉了吧，和尚下巴起来是吧？和尚下巴起来，和尚起来，女麻木也起来了，女麻木都起来了。那这把先不拉好吧，这把先不拉，宝宝打出去把他们虚弥擒了。OK， 你大行的话上个盾吧，盾上一个吧。我 A 虚弥了，也行。A 不出来，我们下波可以 A 拉 B， B 拉是全活。 妈的，对面拉 B， 下好像直接破血地听吧，死了已经可以了。衣服别这样拉人了，你这样拉人是没有意义的，知道吧？你拉下去，你告诉你能干啥了。 新虚弥多好，你大狼上个盾好吧，上个盾我们全活了啊！大狼上个盾，嗯，我宝宝拉吕拔木，吕拔木错好吧？和尚的宝宝你拉我，我拉你。OK， 和尚的宝宝，你拉我，我拉你。OK，和尚，你宝宝拉我，我拉你啊。然后你给我留双活血回手。一号把死了都起来了。我拉你地府的地府爪子，把那个地形抓掉啊！我活不出来了，妈蓝不够了，不能活了。不能活的话，你宁愿推一个，宁愿推。OK， 宁愿推一个啊！地府把他地形抓了啊，这抓地形，把地形抓掉。 破血三号吧，你破血三号可以的，破血三号，地形被抓死了，没问题。我给谁卡个药吧？你宝宝拉水，你宝宝拉强拉不起来，强拉不了，强拉不了。你宝宝拉，你宝宝顶血吧，给蛋顶血吧，吕拔木宝宝给蛋顶血。 这要是有活血活的话，他妈地府这一口满了，我操了！化身蓝雷加上他妈是个问题。 舔一下，哎，美滋滋！这个女拔木的无痕甩了太溜了，这样加大就没意义了。全有见底，无间地狱的状态还有，无间地狱状态还有。我票中我对面的法器票，你大堂给对面大堂扔无痕好吧？你拉阳符吗？不不拉阳符，你把蛇招了吧？你这招死招死，把蛇招了。地府就给对面大堂甩无痕吧，好吧？两个无痕吧，甩。
甩武魂，甩武魂。对面还有续命，没办法，对面没有续命的话，我们稳住了，全稳住了。我开你大堂，我把大堂开了。哎，虚弥了，对面机会来了，我感觉我们要翻盘了，他妈的！这个杀人的，当然是连击杀人的。好实力，大堂是把二号包扫了吧？我去神仙两次，我人拉化身，你无地府给化身顶个蓝，好吧？我人拉化身，你地府给化身顶个蓝。大堂，你给对面的大堂，直接扫了，好吧？直接扫对面大堂，别让他大堂扫出来。OK， 他们要点我们了。那我活地府了。哎呀，我操，老子没有药，我操，完犊子了。老子没有九转了，我操，傻逼了，这怎么办？那我拉吧，我拉谁？你宝宝拉，宝宝拉，宝宝拉，吃个蓝快点，宝宝拉吃个蓝。我宝宝拉和尚了，拉和尚，拉和尚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他妈九转吃光日了，哎呀，我拉起来人吃个蓝他妈美滋滋了，我操了，有成中了，没用了，操，没点着急啊，操了，没有蓝，哎呀，这波他妈小爽直接挂点他就好了，我操了，哎，连破可以，下波可以继续点他，他们法器出好包了，大的没出手，吃上蓝了没？宁愿推的，我人给你吃个蓝好不好？我人给你吃上，你大堂小爽继续点这边大堂点，扫他扫他，有三叠 OK， 点他点他，你和尚活地府，地府活了。我人给你吃蓝了，我人给你吃蓝，把对面大堂扫了。重打豹子吧，那个伤了豹子吧。我帮你们打豹子也行，我点大堂。我们两个幻魔有机会了，这时候我们双幻魔在大堂，这么连破出的太舒服了，可以继续压一把。水仙不中小爽无所谓，好吧，中了更好，不中也无所谓，反正就是压他大堂，不让他大堂很少就好了。他法器他妈好像，他法器好像他妈打怪了，这是。我还够很少，我吐了，这是。我们除了女拔木没有满，其他都还行，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我觉得我们。我丢针，我丢针有什么用？他妈五火小爽丢针有用吗？你他妈五火小爽大哥，敢逆境吗？不敢不敢，等对面先封两手再说，好吧了，我们有逆境可以起来手。女拔木先招小怨灵，哎，有一次秒，把二号豹子秒了，好吧，把二号豹子秒掉。你地府毒回血啊，毒毒毒，回点血回点血。蛇卵，蛇卵给大堂顶个大金，我宝宝给地府顶一个。没了 ，OK OK， 那你蛇卵你贴人都行，好吧，贴人。还有机会，我觉得还有机会，这他妈他还有机会。要四个无人才能逆境了，宝宝可能还有抗风的，不好吃不好吃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死了吧这法器！这个我审他妈多少次了，知道吧？你直接小爽挂在那法器，把他法器点了，好吧？小爽点法器，把法器点掉。OK，
女麻木的话，你无相逐鹿都行，好吧？无相逐鹿。法系死他们完了，他法系死我们全扛住了。你们谁宝宝有九转的话，强拉下可以不？强拉下大汉的宝宝，强拉下法系。OK OK。有了，拉两个了，我宠就不要了。够了够了够了。OK OK。你想水晶是吧？笑掉，进去啊！烧死他！给我烧死他！这无相够不？我擦，这无相反正有个被动啊，我们人死了一个反正。好，这他妈还怼个漫天，我的三套漫天，这大唐三无敌了，谁不死了我们大唐没了，可以，他死了我们就没有死，看女儿水星没水出来，我操，恶爆，我吐了，这他妈这宝宝更差了，我打个真理地府的话，先甩一波命谱啊，命谱甩一波。OK， 女麻木的话，你招把小月，你把小月你招了。对面这波他妈是要点我呀！我操，你那个蛇卵，要不直接给我吃个五龙丹好吧？给我刘生吃个五龙丹。我摸了摸了，必须的。他们有个大胆的想法，真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我只能给一个人打针了，这是，妈的！你地斧子拉地形吧，好吧，女娃们也拉地形吧，拉两个地形出来。大行的宝宝拉好吧，大行宝宝把女娃们拉起来，女娃们再拽个地形，把地形拽 ，OK， 地府也拽地形，把地形拽出来啊，拽地形拽地形，把地形拽了。大唐最后一个五龙丹啊，最后一个五龙丹是吧？这波五龙丹不用吃啊，女娃们自己拉换地形也行，可以可以，你自己拉起来换地形 ，OK OK。好，我死了，日你的妹的，这是，那很少，我伤害挡不住啊，我能不能神住啊，我操，我要是能神住就完美了呀，还没出手，他没出手，他没出手，他没出那个地府的地形点到没大唐秒啊，地府的地形点大唐秒，他出不了手的，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操，不管这个宝宝，不管这宝宝了啊，你地府给你的宝宝加笛子，我给女麻木宝宝加笛子，我给女麻木宝宝加笛子，加毛，我全部给你宝宝加笛子。OK， 女麻木的话点对面的豹子秒就行了，好不啦？秒洗秒洗啊！对面他们要封过来吗？封过来他们就裂了。哎呀，斗女封不中，或者怎么地吧？我操！大哥，别开玩笑，别封过来，别封过来，别封过来，打针，打你真的是吧？没事，有一个笛子也行，有一个笛子也 OK， 有一个笛子，对面大唐也死了。
一副大方零食，我操，秒两百点血。真硬了，这地方能把他女儿村秒死不？死，给我，给我死！我肯定续迷了，这想啥了？你地方也换了，再换续迷换。那边小爽是不快活了没有啊？换续迷换了啊！女拔木的话，真秒啊，真秒，真秒。冲啊！我的哥哥们呐、啊，冲啊！干他们！炸死刘春一个塔！死啊！我操！这刘春是有法防吗？我日了，这么硬！嗯，这个瞄的凶，哎，化身死了，我操，牛逼啊！十二拱一千四，应该是有法防，好他妈硬了，这是。可以，法系没弹死行，我把他法系弹死。女游村还没死，女游村绿个毛，他要绿怎么办？我去笑对面女游村，把女游村笑掉。你地府的话，你地府怎么办？你地府，你地府有大金人开无间是吧？开无间可以，我们有虚弥加斯，可以可以开无间，开无间。我能起来了，我能起来了。你能起来的话，你自己拉呀，你自己拉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你自己推拉推了。不够，我拉起来零元推一下吧，先。行行，你拉起来零元推。我们虚弥可以压丝了，我们虚弥啊！雷拉 B B 拉 C， 对面活了一口 ，Diff 活了七枪，他和尚得死。绿啊，漂亮！他和尚得死，大圣得死。刘春应该死不了，这个地形有没有有没有对面大唐快？应该没有吧，好像没有。我的地形秒到和尚了啊！秒得到和尚不？秒得到和尚不？七百法莲，可以啊。实行吸大行，你地府拉大行，剑斩则把这边女游村斩掉。OK， 地府拉大行啊，则剑斩女游村，把女游村斩了。女拔木的话，你直接秒。和尚的话，你这边蓝不够是吧？够、哦，蓝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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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拔木秒不了，招小鱼，你把小鱼招了。蓝不够的话怎么办？蓝不够，我也没办法救你啊。给谁加蓝？没人加，我人加蓝吧，我人加蓝，你自己推了推了。我其实想换续迷，真想换续迷。我封那边刘春其实也好，没人加笛子，关键是这一波啊，可以瞄不出来，蛮好。没人加笛子，没人加笛子，瞄不出来蛮好。对面也没有输出啊，你要知道，对面也没有输出的。可以，我们稳住了。
压力子结束，确实压力子结束。不需要梯子。你大唐人开啊，大唐人开这个地形 ，OK， 大唐人开地形，地府的话给那地形打个眼。和尚加个梯子吧。没有灵源了，没有灵源，那你谁？那你，我操，应该他妈你来开的，那你活去活吧，好吧，你活去活，我加个梯子。我感觉这笛子他妈刮痧了，你信不信这笛子？啊，拿下十三分，美滋滋。啊，这地粉多少法环？这地府法环可以的，这地府。续命秒他秒了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一只续命爆了，还是爆了两千三，有一只爆了两千三。蛇在公司